这个事儿，对你们俩来说最多也就这样。说实话，如果咱们经费充足，就不必费这个心思，冒这个险了。大军，这事儿我们干了。好。哎，先等会儿。我说这事儿是不是得党委讨论一下再说？不用讨论了吧，这是训练上的事儿，我定了就行了。再说。 万一出什么问题，与政委无关呢？怎么无关呢？这一出事就是政治问题。这样吧，咱们先定下来，回头再讨论。什么什么什么？先定下来，再讨论。哎，不用，行，给我一个面子，我用我的人格保证，出了什么事情，全我一个人担的，行了吧？我知道，我的意思是说，最好不要出问题。 那当然了，啊，哎，就这么着啊，哎，再见啊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，再见啊，我有空请你们吃饭。